OK， 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骚拳。阿珍体内就一直有一股消不下去的火气，于是呢，我就买了一些我觉得可以有助于他消火的东西，1000个吧。就想给阿珍的这个房子来一个大改造啊！之前是搬空嘛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天天都进去啊。我在网上有查指压板的一些功效。就是发现还是有很多好处的，有相当于足疗的效果。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就给他的房子来个大大的改造。我就不信这个火它消不下去了，好吧？所以说，每天就要早起，早起，我们要早起，早起干什么？锻炼身体。我操！我查了。指压板的作用是什么？可以锻炼足部的肌肉，改善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，释放压力，缓解疲劳。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，要开始给他铺指压板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我准备了一颗柠檬啊。来啊，他妈！哈哈哈哈哈！操你！啊啊啊啊啊！啊！救命！我救你！我救你！我救你！啊！叫！滚！你知道我录了多久吗？干！是疯了。因为你最近不是说你的身体有点虚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身体有点虚啊？多踩一踩指压板，痛就代表有问题。你搞了多久啊？这么多？没有多久，一夜。我就不该把密码告诉你啊！你把这收掉啊！自己收了，给。
鞋还给我。你自己长啊，你不是有腿有手的。我怎么知道你藏哪里去了？那你过来。该出来吗？就在这片区域，你可以找一下。你不会放在上面？不会吧？